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imon。来，今天玩我们的重生模式哦。这边的话，要念车的小伙伴赶快念起来。我们今天的话来玩看看。OK， 这个的话基本上我玩过很多次了，然后都是跟小伙伴分享如何念车。来，今天的话我们也不例外哦，多来玩一次。OK， 这个重生模式的话，基本上它要玩的时间比较久，所以在念车上面哦，经验值的话也会比较高，因为它很像可以复活三次。所以三次的话就等于说你一场战斗里面你算完了三场哦，非常的多。来这边的话如果赢的话经验值会非常的可观。我们今天的话来玩，不过我的坦克的话是没得好念车的。 OK 哦，我是玩十级。来，小伙伴这边的话自爆了一波他们的其他坦克。来这边的话我看一下。 OK， 来 T57 来 T57 OK， T57 这边的话退了。 OK， 我们等其他的小伙伴。这边的话他的其他坦克的话，来那个哦，蟋蟀，来那个100，来100这边的话，先来一炮，然后给他一个那个流血的效果。OK， 我的第一炮流血加那个命中已经有击穿了他的那个蟋蟀在这边。OK， 我们这边的话来打他们的那个蟋蟀，好，换瞄准。哎呦，来哦啊，他的那个100挡着了，对，他的100刚刚挡着蟋蟀，我们这边的话来输出。我天来，他的100，他100骂人为什么？他100是一直被挡嘛。 OK， 我这边的话来，我被他刷到一个那个什么，来切一个那个高爆弹，来高爆弹再见，来不及回手。有一台那个谢里登导弹版的，这边的话他跑了，然后我们小班在另外一边打起来哦。这样的话我要上吗？我们可以上哦。哇，我小班这边他又用技能了，爆炸技能。然后这边的话来这只蟋蟀，还有来472，非常非常的少。他们的那个9001这边的话来 ，OK， 9001，我的小伙伴这边的话很像是要过来的样子。OK， 他爆炸，来121这边的话给我来了一炮，我觉得我要退，对于这边的话来先退，来大哥不要 ，OK， 来先刷他一下，然后来完了，这台 T57 一直在顶我。这样的话来很危险。我们这边的话来先打这一台，来先刷你。他的小班这边的话很像要上，T57， 来 T57 上了。这边的话来用放一下血，让他的那个小班不能动。然后这边的话来打这台，来这个用高爆弹打就行了。OK， 这样的话121的话是没有血。OK， 我也没有血了，这边的话要被带走了。哇哦，第一条命玩的蛮多的，有400的分数哦。我们这边的话用一个，不要，我们用超自然力量跟这个沙子弹哦。OK 哦，加 20% 致命一击的伤害， 20% 一击造成的伤害啊，不是致命一击啊。这边的话来，我其他小班的话走了另外一边了，来我们的第二条命，机动变好了哈、哦。100的话仍然是 OK， 他转场了。他走来这边了，然后来我们这边的话去拦截他。9001这边的话，很像也是要走位。OK， 121小班这个位置的话 ，BC。来我们这边的话，机动变好了，我能来处理他们这边的坦克了。看一下坦克在哪里，来他的那个100，哎100这边的话来刷他。OK， 哎呦天，来可以，漂亮。这边的话，他用了一个那个什么，我们这边来 ，OK， 他没技能了，这边的话来。好瞄准 ，OK， 来800多的伤害。他小班那边的话用一个流血，我没看见我的流血，加 50% 几率最大伤害。OK 哦，这个可以。然后还有那个狼袭的话，对重型坦那个有重量的坦克还蛮好用的。OK， 我们的第二条命这边的话是扣的非常的快。来，他的那个9001这边的话很像是要走，对，9001很像要走位。OK， 他没过来。他没过来，我们这边的话喊进攻老鼠。OK， 我最后一条命了，我们这边的话要保守一点。哇，我天啊，我走非常的快，来这边的话，哎呦，来再见，来不及挥手。OK， 然后他们现在已经有一台那个谢里登导弹版的，他已经没有命了。OK， 来这边的话 ，OK T100也没了，然后蟋蟀这边的话，来，我们来看，先等，蟋蟀这边的话，哎呦，我天。最后一条命了，很紧张哦。这边的话来，小班很像要上121，在这个位置，来他的那个100这边的话有技能嘛，来刷你一炮。OK， 没
没刷到，没刷到。OK， 他开了一炮没穿，没穿，没穿。来，我们这边的话，让小伙伴进攻。100，100。来这边的话 ，OK， 我们这边好好瞄准。来，他应该在这边，对，来这边。哎呦，我天，他又来了。OK， 我这边的话有机动。来，再见，来不及挥手。哎呀，没有哎，900多，来不够，伤害不够。他们的那个蟋蟀这边的话，给我来上了一炮。OK， 来蟋蟀，蟋蟀先打。OK， 蟋蟀没了，他们两台坦克没了，然后9001在这边。来，这台，幺二幺要来打我了。他的9001这边的话，我可以打一炮。OK， 来9001被带走。OK， 这场的话应该是有机会能赢。他们的那个121这边的话要过来。121 OK 哦，我这边来，我直接做一个牺牲打，我们去打121的话是躲在这边哦。OK， 来我这边的话这样子能放血吗 ？OK， 这样子是不能放血，有隔到那个障碍物的话是不能放血。来，我们这边的话先等，来先打这一台。还有来有再见，来不及挥手。OK， 他来了，他就是在等我开炮。来这边的话 ，OK， 来刷你。哎呀，来我没了，剩下的话看我小伙伴表演了。一四的话在家里哦，老鼠这边来100没了，剩下三台121183跟日本的驱逐坦克，日本的驱逐坦克来也没了。他一开始从头到尾哦都很像是在那个他们家起点那边哦。OK， 他的最后一条命也没了。183这边的话来好好瞄准，哎呀漂亮，来剩下他们最后一台183。OK， 损失我一台，还有一台那个 T100。OK， 有 T100 这个是。高手工会了，对，会玩的。我跟他先没有了，然后其他小伙伴还存活。他们的183的话是挂机嘛？对，挂机。来第一场的话拿下了，不过我这次哦，我有看见官方的公告，我们的美国重型坦克十级的那台 T57 哦，会得到一个新的传奇迷彩。这边的话很漂亮，小伙伴可以到他们的那个。官方网站去看哦。来第一场的话拿下了，这边的话 T100OK 了，来哦，他是第一台被带走了，发现一个敌人补助830，打了6700 OK 哦，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能赚钱吗 ？OK， 你看打赢了赚了20000多的那个银币，所以这边的话哦，你看哦，他的经验值是非常的好的，可以基本上要练车的话来这边是绝对没有错。这场的话我拿了7800 OK 哦，7800。你大概玩一个一两场，的话，基本上就可以研发一个配件了，非常的好。来，我们这边的话换一下车子，换一台那个重型坦克来玩。换谁好呢 ？T71 吗 ？T71 很像太过分了，会不会？来，第二场的话是王朝明珠。哇哦，这个真的很过分。来这边的话还是一个大九级房哦。没有，我们这边来，我们不小心干扰到其他的小伙伴练车了。 T54 小征服者跟4502 OK， 这样的话有机会哦。我们的技能的话就是刚才100的技能，就是弄人家就是倒转了 OK、哦、让他的那个屁股面对着我们。来哇，我小伙伴都飞得很快。中型坦克的话是4台，来我们这边的话直接上。第二场开始网络有点卡，他们的 EB 这边的话冲锋了。哦，大哥，哎呦，来刷你，漂亮！他竟然跟我用一个那个什么，那个叫什么？我不会说那个，他炸死。对，这边的话他用了一个炸死，他们的那个4502这边的话要过来 ，OK， 来又过来，你看又是一个炸死。来那边的话，他没穿。50B 那边的话过来了，这样的话我们去打他们的这一台，打他们的 50B， 对，我们这边的话去打他们的 50B， 我是加机动了吗？我记得我很像是加机动了。来这边的话刷他一炮，来弄他转身，来弄他转身。他们的 50B 这边的话来第一条命，我们这边来直接收他，来直接刷你 OK 了。哎呀，他这边的话来他又用了一个那个炸死。对，这边的话他又用炸死，我们用顶他的，来顶他，对，把他顶出来，然后再刷他。他没穿来，不过我中了那个流血，这边的话我也不太能动。OK， 来小伙伴那边的话给了一炮，来我们这边的话直接做一个牺牲打，来再见，来不及挥手。BC， 可以200连锁闪电跟第六感的话不够 ，OK， 只能有一个连锁闪电哦。来我们的第二条命。
他们的五十 B 这边的话也是一个第二条命。我们这边小伙伴来，有 TCE 哦，他们应该会很惨。我们这边的话勇敢的压就行了。T 五四的话来 ，T 五四没了哈。VC 来，他的五十 B 又要来了，他的五十 B 又要重新用那一招了吗？4502 VC VC 没有血量 ，OK VC 没了。然后小班这边的话来 T 五四要小心哦，不要冲太快。这边的话来我们冲，哎呦被爆弹药架有没有搞错？我们有一台小班被爆弹药架，这边的话来刷你一炮，来这边的话跟他转身一下。OK， 他用一个那个炸死，然后 T 五四这边 来，我们来打这一台，来刷你，对对对，把你刷出来。OK， 哎呦，来来来，又来又来，他们的五十 B 这边的话又来这一招，来我们这边的话打他们五十 B， 来打你五十 B， 哦，没打不穿打不穿，打不穿，他的五十 B 压得非常的快、哦，我们这边的话来我压前面压他们的那个4502，好没有准，来刷他一炮。OK， 有穿五十 B 那边哦，来他又炸死，然后这边的话来有一台 STB， 来刷这台 STB，OK，STB 没了，然后这边的话往后退一下，他们的那个4502这边的话过来了 ，OK， 来大哥来 OK， 还有来刷你，五十 B 这边的话在打我，然后上面的话也有人打我，因为我下班这边的话没有来嘛。OK 来，哎呦来，来连锁闪电，我们让小班进攻。OK， 我被他断了履带。哇，哎，这场还有一点小危险哎。来，他的那个五十 B 这边的话上了，然后我们这边的话来打这一台。OK 来，他又来，哎没有哎，看不清楚。来，他这边的话他不是诈尸哦，他是真的被带走。我小班那边的话来，我被他们开始转场了。快速射击跟好运 ，OK， 第三条命，我们的一台小伙伴没了，我天哪、啊！哎、欸，开，来，不是我干扰他们哦，这场的话他们很强，他们有机会赢。小伙伴这边的话来，中型，哇，我天哪、啊，这个机动太快了，有一点飘哦。T 五四来，我喊进攻，我们最后一条命，我们保守一点打。他们的五十 B 这边的话已经玩得很开心了，我们等一下也来玩那个五十 B， 五十 B 可以炸死这边的话来征服者，不过他五十 B 这样冲的话也是很快没有那个生命，应该也是很快没有他们的那个 SCB， 哎大哥我、哦、来不见了，完了，他们的那个 SCB 不见了，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，他们的其他小班的话来这边有一台那个什么。来刷你一炮，来跟他转身一下。OK， 那边的话是两台，来这台先打来。OK， 来这台先打。哎，基本上他在那个炸尸的时候，他能就是免费吃一炮，这边的话还蛮好用的。STB 的话是走到这边来这台 STB， 来刷你 STB 一炮。OK， 这样的话来，我好像已经打了4000多了。他们的那个来谢里登，哎呦来哦刷你谢里登一炮，OK 有一台来他们的那个什么，他们的那个 BC 跟征服者的话在我这边，来我们这边的话来刷 OK 来 OK 他这台他躲了，来刷他的那个 BC OK 来两台，他们两台没有了，我们也是两台没有了哈，然后这边的话有人跟我用一个那个放血的技能。对这边的话有人用一个放血的技能，我们这边的话来要等一下，来这台先打 OK 来甩他来甩他来让他转身哦 OK 来小班那边的话可以，我觉得哈、哦、我们要转场我这边的话来我去做这边的吸引，然后让小班进攻，我喊支援 OK 他一台又没了，哇后面来、啊、这个 50B 来完了，哎呀我天哎，他跑掉了，他跑到这边来，我刚刚应该是被他跟 BC 打的。OK， 来这样的话，第二场的话应该是要输。OK， 来我们去玩50B 哦，我觉得很好玩。那第二场的话，看小伙伴自己努力了。OK， 组队来，组队先不要，我们这边的话在，我正在在拍影片哦。来50B 在哪里 ？OK， 在这边，来进一个战斗。玩的人的话是蛮多的哦，你不要看他排队9个人，他基本上这种娱乐模式的话排的时候会非常的快哦。
第三场的话是幽灵工厂，而且还有人组队耶。OK， 我忘了，哎，来组队欺负人吗？我们看一下小伙伴这边的话怎么做。打开一个加速器，小九级房 ，OK 哦，小九级房这边的话也是有人练车。来，我你看，每个机动都非常的好。他开场的话会有一段那个小小的加速时间哦。来，我们这边的话往前开，谢里灯出来了，两台谢里灯。OK 啊，谢里灯这边的话吃炮。我这边的话直接过去嘛，我觉得可以直接过去。来，我们这边的话学那个套路哦，哎，这样来上来，然后炸尸一下，对，炸尸一下，然后直接上来。来这边的话直接上来，哦，来了，哎，来大哥，哎呦，来不要，来这边的话直接把他打没了，然后来他这一台来 ，OK， 有算来 ，OK， 来他躲来这个巴顿再打一下，来这边的话 ，OK， 他往后退。我们进一个庄田，来进庄田，我就往回退。我天哪，可以耶！他的那个谢里灯就直接这样被我带没了。来庄田中重型坦克、驱逐坦克没有看见哦。来我的那个炸尸又好了，对，炸尸好，这个炸尸很好用，我们只要等他开炮就行了。来 ，OK， 来他的那个来炸尸 ，OK， 他的谢里灯这边的话要跑。谢里灯这边的话要跑，来我们先等一下，来他谢里灯，来刷他谢里灯 ，OK， 他要退，来哎呦来啊，为什么没退完？来他没退完，这边的话他要跑，哎我们压着他上面了，来这边的话有优势，他的这一台一直被我们打到 ，OK 来等，我们来等，我剩一炮了，来我进庄田好了，我进庄田这边的话 T50 压在上面哦，然后其他小伙伴的话很像在下面的样子。175要转场，对他们的175要转场，先等来他的那个帝王蟹，他的那个蟹里灯这边的话没了，然后帝王蟹那边的话来 OK 吃他一炮，大哥来来我开一个那个炸尸，对这边的话来往前走，蟹里灯来这边有一台那个蟹里灯，来刷他的蟹里灯，对刷蟹里灯，来他没穿，来刷你他的帝王蟹，来天哪，来刷他帝王蟹，来骗他帝王蟹的炮，来刷他 ，OK， 往后退。有人跟我用流血技能，我这边的话来，不要，来不要动，对，不要动，吃他一炮。先等这个流血技能没，然后我下班那边的话很像要上，对，来这台谢里灯装填要好了，对他装填要好了，我们往下走 ，OK， 他刚刚开炮，等七秒钟。七秒钟的话有一个炸尸哦，这边的话来哦没机会，来不及了。OK， 来这场的话有400分第一条命，用一个炼狱哦，打中敌人炮弹会爆炸。OK， 不错，这是不过还要400分哦，基本上开场要存蛮久才存得到。来用了一个炼狱，这边的话打人应该是超级痛的了。百兔的话在家里。他们有一台那个什么，哎，导弹版的谢里灯没了。这边的话，来，他们这台谢里灯， 175这个位置，来， 175没穿，175没穿，然后这边的话来等，来刷他的那个 175， 来再刷 ，OK， 四炮这边的话都给他了。来，哎呦，我先来，他跟我用一样用一个那个炸尸，来，直接把他带没了。巴顿跟那个巴顿跟百兔的话在他们家那边，然后这台谢里灯没了 ，OK 行，优势慢慢起来了 ，OK 50B 很强哦，尤其是在这种模式哦，练车的情况下，小伙伴会玩的就是比较更放松一点，所以这边的话这种坦克发挥起来会更恐怖一点了。百兔这边的话是已经没有血了。OK， 巴顿的话在这边，我其实哦，你看哦，如果我在这边玩占领的话哦，他们这场可能会直接输掉，我遇过这种情况，非常的恐怖。这边的话来 ，OK， 炸尸他的那个谢里灯，来谢里灯 ，OK， 来刷他的谢里灯，一炮1000多的伤害，来再刷你多一炮 ，OK， 他要没来，哎呦来，哎呀漂亮，来这边的话直接把他的那个谢里灯带走了。OK， 巴顿那边的话也没了，然后百兔这边的话要打我，来，我们赶快躲一下，躲一下他们百兔。对他百兔的话，不知道有没有在看着我，应该有哦。对他百兔在这边。OK， 来，我们去打他的百兔。155这边的话也是想要闹，我被点亮了，被谁点亮了
OK， 我要这边很多人，这边很多人，来这边的话，这边有四台哦。来，先刷他们，我要1000多的伤害。来这边的话，来再来第二炮，好啊，瞄准，好啊，瞄准。来，再来他们的175，来再来多一炮。OK， 来现在的话要干嘛？先等，慢慢的走过去。来哦，口吃，175没了。OK， 这场的话赢了，这场应该可以赢。这边的话，我们直接上了，争取一个高的伤害，赚多一点那个隐蔽。这边的话来爆炸一次，爆炸一次，然后 OK， 我被亮没关系。我的天哪，哎，挂机耶！九级坦克来这边挂机 ，OK 哦，你挂机的经验的话，应该是不会说有太高的那个经验值哦。所以这边的话来，小伙伴要练车哦，哎，也是尽量玩一下，不要挂机，真的挂机很难看。这边的话来，哎，你挂机哦，你练车练起来的话，也没有什么意思哦。这边的话来刷，剩四台了。我们这边的话直接卡在后面都可以哦。对，这边的话来，他要打我，让他打一炮。OK， 他打了一炮，然后我们往后退。来，我们直接在他们家里了。你看他这一台的话还在挂机，他的那个百兔这边的话要过来了。对，来我们这边的话诈尸一下。OK， 来哦，大哥来，可以。哎呦，来刷你，再见来不及挥手，然后这一台来这个小混蛋来直接刷他，挂机耶！来这边的话 ，OK， 打他，还有一炮，来切一个金币弹。哎呦，来再见来不及挥手，哎，没打到，有没有搞错？来没打到，剩下这两台 ，OK 哦，那台挂机的不算的话，基本上这场已经赢了。我们撞他 ，OK， 撞不到，三滴血，他的重量比我还重 ，OK， 他出来了，一出来就被闪电哦，来撞你。我自己扣19滴血，欸，有没有搞错？来再撞，扣7滴血。OK， 他没了，来再见，来不及挥手。可以哦，来这场的话赢了，这场赢了。欸，等一下还有欸，我天哪，欸，他的那个帝王蟹，来刷刷他的帝王蟹，哇，我天哪，他帝王蟹直接爆炸，我的 SPS 直接掉下去哦。来 50B， 非常的好玩，哇哦，这场的话有打到10000耶，这个的话应该是赚蛮多钱的，赚48000，来十级的那个银币坦克哦，可以赚到48000，所以证明这个所有娱乐模式里面，我觉得这个模式的话应该是最好练车的。来这边的话 ，OK， 其他小伙伴都表现得很棒，发现一个敌人补助790，这个的话应该也是不用看了，来11000的伤害取胜了哈 ，OK， 我们的 50B 哦。OK， 第二场 T71 这边的话是没能取胜，5700哦。他们的 50B 哦，你看哦，超厉害的，打了14000的伤害。弹夹坦克在这个模式里面的话会很强。我们来换一台坦克来玩。要换什么坦克呢 ？T57 吗 ？OK 哦 ，T57 这边的话是有一个那个什么，9.4 的话，它会有一个非常非常炫的那个传奇迷彩。小伙伴可以到官网那边去看。来，我们的 ending 场这边的话，用 T54 来 T57 啊，用 T57 来玩。哇，这个就夸张了，1、2、3、4，八台九级坦克。OK， 要怎么打？我们打前面的位置，他们应该也会打前面。来，小伙伴这边的话，试运在练车 T61 意大利跟那个。4004 OK 哦，哎，九级坦克有四台在练车，对面的话应该也是，因为基本上这四台的话，应该不可能拿来玩娱乐模式。如果他们已经到十级了，他们应该拿那台十级来玩才对。所以这边的话来，很有可能都是练车的哦。小伙伴这边的话来，定点在家里，驱逐三台偏多，所以这样的话我们要慢慢的打，看我们的意大利的点亮技术。因为他是在练车的话，所以不知道他的视野有没有开。这边的话，其实我们都不知道，要看他的那个坦克才知道。这边的话来未知数，然后现在的话是点不亮的。然后哇哦，可以来这边的话很危险，我直接用一个诈尸往前进。对，这边的话来被亮了 ，OK， 他看见他们的113，这边的话来先刷他们的113。OK， 哎呀，偏来漂亮，来两炮有打到。两炮有打到，然后113的话是躲在家里。OK， 我这个诈尸的话蛮好用的。哦，他没了，来好，我们这边的话进攻，我直接压在他们家里打，看一下有没有不错的效果。哦，被亮了，来183，来大哥，来183，来183，183，来183，183，刷刷刷刷刷。
来刷一八三 ，OK， 我、哦、天，来不行不行不行，进一个装填，进一个装填。豹一的话在家里 ，OK， 他们蛮多坦克在这边的，一八三也在家里。来，我的那个我的那个炸尸又好了，这边的话来 ，OK， 来，哎呦，我先开一个这个，开一个这个 ，OK， 开了这个冷吃一炮，我们这边的话我要吃水炮，来我吃这个，哦，来大哥，刷他们刷他们刷他的那个什么，刷他的那个。哎呦我天哪，他的183干扰了我一手，沙齿蛋跟狼蜥。OK， 来我的第一条命没了，直接打到家里去哦。OK， 好来，小伙伴赶快来玩。嗯，这边的话练车，尤其是我的那个影片里面蛮多就是刚加入的玩家、哦。OK， 这边的话来有看到的话都就是加油文练哦，期待你们就是拿到一个那个赶快研发新车。这边的话他们的那个175，来我打开一个那个什么消耗品，来这边的话先刷175， OK， 来把175刷没了， OK， 然后 T57 在家里在玩占领嘛，谁占领啊，哎，他们的 T57 的话是没有血量的，来 T57 没了，我这边的话来我们进城去看一下，有一台在玩占领哦，哎呦天，来我一个小班也没了是吗？嗯，对，这边的话没了。来，有人在玩占领，是谁呀、啊？我被亮了，来，我被亮了，谁亮我？谁亮我？来这边的话看，他们有一台在玩占领。OK， 来这个诈尸技能的话，来这边打开，这边打开，然后没有看到人。OK， 往前，我小伙伴跟他们再打一个那个正面哦。我们这边的话，来，我往这个位置看一下。OK， 我那个技能没了，然后 OK， 来这台，他在这边，我们这边的话，来，我直接打他九级了，4004，对。来，先刷你，460，来再来多一炮 ，OK， 哇哦，天哪，来把他打着火，直接把他打没了。然后刚刚183跟我用了一个那个哦，看到命中。我他这个开的话，一炮基本上就能把我带走了。来，他小班这边的话有一台过来了，豹一这边的话过来了。OK， 来开一个这个。OK， 来开一个这个。OK， 他现在的话他是秒不到我，来打他。OK， 来 OK 再见，来不及回手，1040多的伤害。他们的 T57 这边的话要过来，来刷他的 T57。OK， 我小班这边的话来再刷你多一炮。OK， 来行，可以，往后退。我们的 T7 这边的话是被带走了吗？我看不到、哦，他是被带走还是诈尸啊 ？OK， 他没动的话应该是被带走。他们的 T57 这边的话过来了。OK， 来，我没了，完了，这边的话来开一个那个什么 ？OK， 哦，直接没有，第五条命连锁闪电。OK， 来幻象，最后一条了，我们这边的话要保守而打了。哇、wow, 这个今天的网络很差，这边的话来进攻，他们已经有一台那个111没了，我小伙伴这边的话很像是不太敢进攻哦。OK， 最后一条命的话我们用正面来打，玩占领嘛，来不要了，我小伙伴这边的话来没上，我们喊他们上，他们的那个驱逐的话应该都是躲在家里比较多，来加油，哇，玩到我嗓子都痛，每次玩游戏都很热情哦。4004这边的话，哎，他被打到了，来我们这边的话 OK， 我下班这边的话用了一个那个什么183被集火，我开一个那个什么上去，我的那个 HBS 已经掉下来了，非常的糟糕。我这边的话来看，他的那个183应该是在这边啊。来刷他的183。来，他们的那个他们的那个小扁头没了，对，小扁头没了。然后175这边的话，来两台没了哈。T57 的话在另外一边，然后4004这边的话要过来。OK， 行，4004跟谁？4004跟那个183。175吃炮了，来175吃炮，然后 T57 的话很像是在 B 点，对 ，T57 在这边。来，先等，175这边，然后 T57 这边。
OK， 来，我们开一个那个技能，慢慢的走过去。他们这边的话，如果183打我的话是不会扣血的哦。OK 哦，这边的话来用这个技能慢慢的爬过去，先打他们的175，爆一的话也在那边哦。OK， 来，我这边的话技能没了，183出现了，183在183的位置从来没有变过，他全程哦。OK， 哇，来这台175很坏。来，我们这边的话看见他来，哎呦刷你 ，OK， 没刷到。来这边的话看一下，哎呦来刷，没刷到。来他这边的话，他全力往后退 ，OK， 他往后退，我们也往后退。来175没了，剩三台了，驱逐。OK， 进一个装填，然后开一个技能来爆炸，往前压哦，哇，我嗓子很痛啊。来，我们来直接做 ending 场哦。ending 场的话应该是看样子是能赢哦。来183在哪里，这边的话 OK， 来发现他们的183了，我这边的话直接过去，他没看见我。来，哎呦大哥再见，来不及挥手。然后4004这边的话，哎呦来刷你一炮。 OK， 他要跑来，我天哪，他被183集火。 OK， 他们183的话还有一条命，我这边的话要先躲起来。 OK， 被亮了。来，他183在哪？来救命，哎，我在他们家，他的183不见了。先等 OK， 183出来了，这边的话来躲一下183。 OK， 来用一个诈尸的技能，他这边的话他打我没用，对，他打我没用。我这边的话来，哎呦来刷他，不要被他撞到。来再来对炮，哎呦再见，来不及挥手。哇，这个技能真的很强耶，难怪刚刚那个 50V 可以打得那么开哦。哎呀来没机会了。他们的 T57 用了同样一招，你看他也在动，这招真的很好用哦。你只要没有浪费一发炮弹，或者是你没有撞到他一下哦， OK 哦，他就能一直这样，就是用一个爆炸的效果，然后对你进行输出，非常的恐怖。来，他们183最后一条命了。 OK， 我下班现在的话应该是要集火他了。等他开炮哦，他很像有连锁闪电哦。我们这边的话来，太靠近的话会被他带走。OK， 他开炮了，来183，哎呦，来1000多。OK， 来赢了，来 ending 场这边的话赢了。哇，我天哪，可以哦，来哦 T57，基本上只要有那个技能的那个坦克，我觉得都会很强哦。来 ending 场的话8426。OK， 来第一名的伤害哦，这边的话他们的183的话打了一个第一名哦，来超级厉害的，给他一个赞。这边的话来发现两个敌人补助2000，打了8400哦，来这种的话应该是不会亏钱，来赢的话赚了35000。OK， 来今天哦跟小班玩娱乐模式哦，希望小班看得开心。然后这个重生模式的话，是我认为哦，所有娱乐模式里面经验值应该是最多的，因为你一场战斗的话你等于要玩三场，所以这边的话如果是赢的话哦，经验值会非常的多，小班可以在这边多多练车哦。来今天的话跟小班玩重生模式，希望小班看得开心。我们继续等9:04的更新哦，也祝大家游戏愉快。这边的话记得帮 Summer 点一个赞，大家点赞是我制作影片的动力，这边感谢大家。下一期呢一样会做其他坦克的影片，那我们今天先这样咯，下一期见大家，拜拜。